Baby TV.那闪亮的星星是什么呢？我希望那是火车的灯，一辆跑向我的火车。我希望火车有四个车厢。我希望大象会坐第一节车厢。骆驼坐第二节车厢。驴子坐第三节车厢。最后一节车厢有两只斑马。嘿，动物们，快回火车上坐好，我要带你们去兜风了哦。现在我希望火车可以在山坡上跑来跑去，就像在园游会时一样。我希望火车可以爬得很高很高，爬到和月亮一样高。现在我希望火车可以开回来。嘿，火车，别开这么快，动物们快摔下来了。太棒了，我希望火车可以一直开到海边。现在我希望火车可以在海上奔驰。他们都觉得好好玩，我也觉得好棒哦。晚安了，火车。晚安了，动物们。晚安。Thank you.
Baby TV. Thank you.
悲伤，告诉我为什么哭。在那远远高山的上面，乌鸦宝宝在等我。小宝宝多么可爱，我真的好想他们。小宝宝多么可爱，我要找他们。是否愿帮我度过这白雪，在那遥远高山上，你会看到我可爱宝宝，黑眼珠会发光。告诉我为什么哭，在那远远高山的上面，乌鸦宝宝在等我。哈哈哈！啊！哈哈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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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孤立与黑暗，天要黑了，乌力准备上床睡觉。他向窗外看去，太阳即将变成红色。他看到太阳降落到地平线的下面，他知道这又是另一天的结束。哦，太阳，祝你今晚有个好梦，晚安。我们明天清晨第一道曙光再见。天空立刻改变颜色，变成深蓝色，又到了星星开始闪耀的时候了。接着，妈妈进来哄乌力睡觉，她带着一抹微笑说：“上床的时间到了。”她亲吻小乌力，把棉被盖好，然后在枕头上放着提米小熊。妈妈亲吻乌力，对着她说晚安，然后离开房间，把灯关掉。乌力在数羊，他试着要入睡。他
在床上滚来滚去，跟提米一起玩，但房间里一片黑暗，他非常害怕。乌力因为害怕开始发抖，当他看到有个东西在黑夜里闪烁，他爬起来把窗帘拉开，想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在外面闪烁。在那片天空中出现很奇妙的景象，一颗彗星在黑夜中绽放光芒。闪亮的彗星对小乌力说，不用怕黑，我去找一些朋友来开派对就好了。乌力把窗户全部打开，所有星星都飞进来了。你好，乌力，我们来跟你一起玩，你想要做什么呢？乌力的新朋友们来自远方，他们为乌力织了一块星星毯子，但乌力却还是睡不着，因为毯子上的星星实在是太亮了。星星毯子很想跟乌力作伴，但显然的却没办法帮他入睡。因此乌力起床对星星说，很谢谢你们从远方来陪我，但只要有一颗星星留下来陪我就够了，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睡觉了。星星们道声晚安，接着回到天空。乌力数羊，没数到五就睡着了。亲爱的小乌力，我们祝你晚安，星星们小声地说着，有个好梦。散散步，快乐吹着牧笛，所有忧虑不见了，真开心。山丘上散散步，快乐吹着牧笛，所有忧虑烟消云散。牧羊人，人生真快乐，阳光下羊儿吃青草，山丘上散散步，快乐吹着牧笛，所有忧虑不见了，真开心。山丘上散散步，快乐吹着牧笛，所有忧虑烟消云散。我希望天空出现一艘太空船。太空船上闪着不同颜色的灯，我希望太空船可以在星空中飞翔。好美丽的太空船哦！
我希望太空船可以停在云上面。我希望出现一个穿着太空装的太空人。你好，太空人。太空人，你跳一下好吗？哇哦，好像很好玩哎！我希望会出现一只穿太空装的狗。这只狗真好玩。现在，我希望有一根骨头。你真是一只乖狗狗。我希望我的太空船可以停在星星上。太空人好像累了耶。没关系，太空人，你可以坐上太空船飞回家去。等等，别忘了你的狗狗。晚安了，太空人。晚安了，狗狗。晚安了，太空船。晚安。Baby TV.